是不得救了，应该是呢。妈呀，你从还会说东北话呢是吗？别害怕，往前走。那个陈导啊，哎，他俩好像不是野生的。对，我们俩是纯家养的，他们想吃咱俩，他们要吃我俩，说啥呢？人家是原居民，也不是野人，人家不吃人。再说你俩长得也不好吃啊。不，那为啥追我俩跑啊？对呀、啊，我问问啊。不是导游，他说他啥意思啊？他说，哎呀，完了呢，没了。这边语言挺复杂呀。是。哎呦，不是，这有啥意思啊？人家说雨林呐、是他们生活的地方，你们来了就应该遵守人家的规则，你们乱拿人家东西太不讲究了。不是，谁拿？我没拿啥呀。啊？不来，你是不是拿人石头了？妈呀！就这石头，六贵府一块钱买十个都。就想纪念一下。纪念啥呀？这是人家部落的神石，你上长城搬块砖呢？你上故宫掀块瓦呀？上个秦王陵你还得搬个兵马俑呗？我就说你平时你出去旅游你不注意素质啊！我怎么告诉你的？除了照片什么也不要带走，除了回忆你什么也不要留下呀！对，导游赶紧把这个还他吧啊！哎呦天，不好意思了啊！人家呀是欢迎你们的，就刚才呀见识到了咱们民族的打击乐，也想让你们欣赏一下他们民族的打击乐。哎呀！